总有一些故事是我们无法预计的遗憾。请记住这一幅幅令人动容的面孔，可能只是一通电话，一条信息，一封邮件，我们的人生就能发生从天堂到地狱的转变。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诈骗，请记住这个号码96110，公安反诈专号，我们永远在线。阿姨，我是你儿子同事，你儿子出车祸了，现在他等着做手术呢，急着用钱，我给你账号，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吧。我就这一个儿子啊，可不能出事呀，快给儿子赚钱，快呀啊！别让父母的爱意被诈骗所吞没，让他们牢记96110反诈专号，为年迈的父母抵御世间的恶意和谎言。你只要再跟同学多借两万块钱继续刷单，我就能把你之前刷单的钱全部解冻，这今天是最后期限啊。我只不过想刷单赚点钱，求求你们把钱还给我吧。刷单是违法行为，如果你不幸深陷黑暗之中，记住一定要拨打96110，及时止损，保护自己，走出来天也就亮了。你们这通缉令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从来没参加过任何洗钱活动啊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们有你涉案的确凿证据，请你配合调查，别挂电话。真正的公检法人员绝对不会通过电话、QQ、共享屏幕等方式办案，不会通过互联网发送逮捕令、通缉令，更不会让你远程转账汇款。你最近都在干嘛呀？我都见不到你，一会儿我们视个频吧。宝宝，我们这次收益到账之后就可以财富自由了，就能领证结婚了，开心吗？我刚和爸妈借了钱，现在都打给您，等一下哈。以爱之名加以伤害，是世间最大的残忍。记住，96110来电，请立即接听。96110，这里是北京反诈中心。96110，北京反诈中心。我们发现，您接到的家属正在遭遇车祸的电话是诈骗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反诈骗中心吗？您是要向我们反映条刷单的线索吗？反诈中心吗？您现在遭遇的是冒充公检法诈骗，千万不要相信对方，不要转账汇款。我们发现您可能在遭遇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。真的吗？哦，我还没有转账。96110，守护世间所有爱与温情，为我们拨开阳光下的阴霾，探寻真相。北京反诈中心以96110作为专用号码，对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群众开展反诈预警劝阻工作。仅2021年，96110每天就要拨出劝阻电话70000多次，一年避免财产损失100多亿元。96110来电，不要犹豫，立即接听，很有可能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。反诈行动刻不容缓，多想多问多商议，不听不信不转账。挣钱难，省钱难，守钱更难。96110防骗我帮您。反诈中心，保护钱包保护你，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。96110时刻守护您。96110，我们永远在线。